假大家都安排了不少节目了。身为妈咪的陈慧琳就带埋两个仔仔一家人去了旅行。暑假去了巴黎玩啦，我哋今次就小朋友好开心啊，因为系佢哋第一次去巴黎，咁啊对巴黎嘅印象非常之好啦，因为天气好啊嘛。咁佢哋夜晚成十点半先太阳落山喎，即系我哋咧系玩到十点几先翻屋企，咁净系喺个街上边周围行，佢哋已经觉得好开心啊，因为实在风景太靓，咁同埋影咗好多相咯，咁佢哋大个睇翻，即系都会有个纪念咯。之前 Kelly 就去了帮郑秀文的演唱会做嘉宾，两大天后同台真是很难得啊。都很难忘，因为很久没见 Sammy 了，讲真，因为没什么机会合作，大家又不同唱片公司。我记得以前都是、一年会见他几次的，就是那些颁奖典礼，有时、记者会啊，或者是真的颁奖典礼，我们要坐整晚的嘛。通常我跟他一起坐的嘛，即都会很多女仔偈倾的。咁咯，咁就咁耐冇見，咁佢都問我，哇，都成十年十幾年，即係冇乜機冇機會同佢即係密密針啊咁樣，咁啊即係見到佢都即係好諗翻起以前好嗰種，即係咧好好回味以前啊，好多回憶啊，係好多回憶啊。咁啊，下年到你出嚟先。係啊，我哋琴日遞咗紙啦，去紅館，咁啊應該希望搞得成啦。現在陸陸續續都是收緊歌啦，咁同埋等緊啲詞啦，咁好開心啊！我臨嚟呢度之前喺個 fax 機度，咦，有詞，即係代表可以錄歌咯喎。